勇敢承担，不能忘记在我的约定。林宇老师专辑里面这首歌《杯》说是写给女儿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他实际听到之后，他有给你什么样反馈吗？我刚刚提到说，我们去机场送行，对，他飞出去以后，我回到家就写了这首歌。对。后来我就在我自己的一个简易的录音设备，我就把它用吉他，自弹自唱做了一个 demo。对。然后就迫不及待的就在我们家的这个 home 的群组。结果没想到两天都未读，哇！结果是已读不回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这怎样？这爸爸的时差，对，我掏心掏肺，结果你要听不听了啊？后来到了第三天，他妈妈说就传私讯给他，说爸爸有首歌写给你的，赶快听。好好听啊！对，后来他就听了，然后他就点点点一个哭的脸。对啊，我就觉得，这个是一种父女之间的一种，应该是说那种心灵的传递了。真正把它录制完以后，对，他很喜欢，他跟我说，我会好好在这边照顾自己，然后不要让你们太担心。嗯哼，那其实这个也我听了就够了。他已经收到你给他的祝福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明渊哥带来这首温暖的《飞》。飞轮机要去飞，飞过山，飞过海，飞出我的世界。电视向前。不免搁挂念我的孤单，飞往未来，莫管目屎是为啥呀？也飞袂离，袂停。做心中的伤痕，勇敢承担，唔通忘记伫咱的约定，飞往天涯，我的不甘是为啥？满满飞，袂离。